放心吧。哎呦，我得去上课了，你快去忙吧。哎呦，好像那个来了。喂，程姐，在哪呢？抓紧时间吧，教练一般都会提前十分钟到的。你看我这都算迟到，连车不带。哦，好好好。啊。你好，你是文斌哥哥的同学吧？啊，文斌哥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莫娜。哦，三天。你在吵什么呀？哦，要不要我帮你找找？没什么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随便看看。嗯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是面，原来是面膜呀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嗯，哦，哎呀，给。那我先走了啊，下次见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